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开学喽，基隆市教育处非常的努力，近年来很有创意，也很有执行力，在教学的软硬体上都获得了许多全国第一的成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获得了哪些第一。很荣幸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教育处处长杜国正，杜处长。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处长好。第二位是我们成功国小校长陈怡君，陈校长。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成功国小校长陈怡君。怡君校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深美国小校长陈建文。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建文校长好。第四位是我们暖暖国小校长彭雪峰。小君好，还有我们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彭校长好。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蜕变飞跃基隆教育成果展，现在正在基隆旧火车站举行。你知道吗，在开幕典礼上，我们的教育部长亲自到现场，他分享了呢市长很努力争取经费的种种点滴，一块来看看。以蜕变飞跃为主题的基隆教育成果展在基隆旧火车站盛大登场，市长林佑昌特地亲自为前来参观的教育部长潘文忠导览说明，分享基隆市七项全国之先的教育成果，让部长了解，例如班班数位化，每一个行政区都有双语教育等等。基隆市政府把教育部补助的教育经费一分钱当作十分钱来用的努力，希望教育部继续支持基隆市相关的教育经费，协助基隆市的教育发展。我想一切一切我们都想证明一件事情，在经费极其有限的状况之下，只要努力，只要有创意，只要有做法，只要有执行力，我们真的可以把一分钱当十分钱在用。教育部长潘文忠也非常肯定林佑昌市长这几年来为了发展基隆教育的用心，更开玩笑地说，为了替基隆争取更多的教育预算，经常骚扰他，再加上一分钱当作十分钱来用的努力和绩效，让基隆市教育发展向前狂奔。深刻的了解，基隆市在林市长的带领之下，在教育上真的是一路向前狂奔啊！林市长经常为了经费这个我经常也被他骚扰。但是这样的骚扰不是只有打电话，还经常约了时间要来详细的说明对基隆市的教育是怎样的规划。这已经是好几年前了，到今天市长来把它做一个重整，做基隆教育的成果展现，我要跟大家说，这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真的也可以带大家来看我们基隆的教育在全国有很多个第一，我们要请处长带大家来深入了解到底有哪些第一呢。好，这次我们教育成果展在我们基隆旧火车站，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展出到9月4号，那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那我们这次展出的内容帮各位整理了10项的一个重点。好，那第一个，我们率全国之先在106年就完成了校校有创客教室。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班班都有这个触控大屏。第三，我们学校的社区共读站是全国设置的密度比例最高的。好，第四呢，我们区区都有双语学校。再来，我们外国的姐妹校我们翻倍成长，我们总共有跟外国缔结的18间姐妹校，其中相当于我们就3个学校就有一个学校跟外国缔结姐妹校。再来很重要的是，我们所有课后的留园就是幼儿园，我们每一间公立幼儿园都有开办这个课后留园，让我们的家长可以不用担心下班就要赶快回来接小朋友下课。再来，我们是全国唯一公立幼儿园免抽签。好，再来职业探索率是全学生参与率是全国第一，好，达到96.8%。所以接下来是一区一特色的共融式游戏场。好，最后我们是基隆虽然是我们多语的城市，不过我们学校太阳能板的设置率达到100%，我们回馈金比率高达21%，也是全国第一。可以看到班班
数位化、一公立幼儿园免抽签，这都是全国第一，可以看到基隆市教育处的用心哦。在这个教育成果展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基隆市的亮点。那除了这些亮点之外，最希望让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硬体设备大跃进。我们现在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哦，我们中兴国小已经启用了。这个学校真的很特别，以前呢就是没有停车位的空间，然后校舍非常的老旧，但经过了创意跟巧思，在今年度荣获了国家卓越建设奖。我们来看看中兴国小是呢，它的一个设计是得到这个国家建筑卓越奖哈的一个特殊奖项。另外它整个施工的品质非常的优良，我们也提报要来争取工程的金质奖。那今天完工呢，花了3年的一个时间，我想这是在包括市政府各个局处还有市议会预算经费支持。那另外当然我们蔡适应委员特别争取了前瞻计划停车场的一个经费1亿5000万，所以我们把两个计划整合起来，让中兴国小的经费更为充裕，另外就可以完成之前大家所期待的，包括操场、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广大的开放空间，并且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把体育馆跟学校周边的这个巷弄道路也一并把它做了一个整理，所以是一举数得啦。卓越奖其实在基隆教育处的努力之下，已经有3间学校得奖，听说我们的市立田径场也得奖，我们要请教处长。是在林市长的这几年任内哈，我们跟教育有关的奖项总共我们获得了4座国家卓越建设奖，其中我们在今年我们有获得我们田径场有一个国家卓越建设奖。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成功国小，我们的成功国小的活动中心啊，也获得我们的国家卓越建设奖。好，接下来的话，这个是我们的信义国小，这个也是我们获得国家卓越建设奖。是。最后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中兴国小也获得国家卓越建设奖，总共有四个奖项哈。其中刚刚中兴国小已经在昨天呢，我们就正式的启用。另外呢，信义国小也即将在我们的10月中或者是10月底，我们就会正式落成启用。是，我可以看到，就是教育处真的很用心，在这个校舍改建部分，不但融入了巧思，而且加入了很多功能。我们来看看我们成功国小得奖案例，我们的陈义军陈校长呢，也带着图来跟大家来细说。好，那各位观众大家好哈。那我们知道成功国小的位置，它是属于位在市中心，所以呢，我们目前正在新建中的这个活动中心啊，未来它落成之后，不只是呢给学校推展艺文活动以及体育活动使用呢，它也会将是跟社区结合，作为一个市民的一个休憩的艺文空间。那在这个活动中心完成之后呢，它上层呢会有一个400席的表演厅、音乐厅，好，然后呢它的底下是一个球场，是一个活动中心。那这个呢，未来它完成之后，就可以有别于我们的文化中心，因为我们市中心的文化中心它占地比较大，它里面的座位呢有1000多席，有一些表演呢，它可能比较需要是中小型的场地。那未来这个我们成功国小的活动中心呢，就可以提供这样子的功能，除了给学校使用、学校办理艺文活动或者是艺文展演活动使用之外，也可以提供基隆市的市民哈一个中小型的表演的场所。是，这就是获得最佳规划设计类的金质奖。其实在基隆市有很多硬体设备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要带大家来看看是我们的校园不一样室外篇。
会喜欢这一座游戏场的原因是有非常多的设施。我最喜欢这座游乐园里的荡秋千，因为荡秋千可以体验不同的高度，让我觉得非常的刺激。我喜欢操场，因为操场可以跑步和跳绳。我喜欢这个半户外球场，因为它不仅能挡风挡雨，它也能挡住那个刺眼的太阳。我喜欢网球场，因为空间很大可以玩。半户外球场，因为可以打网球。我觉得町内国中的新厕所很大很舒适，下课时也不会那么拥挤。现在的校园真的很不一样，刚才我们看到这些室外的空间变得又大又宽敞，而且还有遮蔽物，非常的凉快，孩子运动起来也很开心。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建文校长，其实刚才有一个很大的风雨球场，诶，是在学校对不对？是我们学校，因为那个活动场地的受限，所以今年去年度我们非常感谢市长的支持，然后我们申请了风雨办户外球场的计划，然后在学校的马路的周边我们盖了一座半户外球场。那这座球场呢，可以满足我们孩子在雨天的时候在体育教学或者是在放学的时候，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放学集合一个场地哦。然后所以我们在整体的这个半户外球场的功能上啊，我们不只是孩子在运动的空间，我们甚至变成是孩子上学的通学步道。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孩子可以放学的时候在这边集合哦，然后到时候等家长来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只是一个运动的场地，甚至是一个孩子不管是上下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所。对，真的哎，在户外的场地让大家看见不一样。我知道宜君校长这边其实也在游乐场的设备部分加入了他们成功国小音乐班的元素，你可以想象吗？原本就是一个荒废的地方，在经过精心打造之后呢，这个游乐场具有音乐的元素在里头，让孩子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嗯，好，那因为呢，我们成功国小啊是全基隆市呢唯一在国小设有音乐艺才专班的学校，那所以呢，我们在考量这个儿童游戏场的时候呢，特别就是加入了我们学校音乐的这一方面的特色。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这个是一个法国号的溜滑梯，我们是利用呢这个校门口进来的地形，它有一个自然的高低差，那做成了一个法国号造型的这个溜滑梯哈。那我们昨天刚好开学的时候呢，这个迎新活动我们就在这个溜滑梯上面进行，所以呢，家长带着小朋友，他直接溜下来之后，他是进入到幼儿园的园区，那对于家长跟对小朋友来讲呢，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然后在旁边呢，因为家长带小朋友来玩，他一定需要有一个座椅可以休息一下，那这个座椅呢，我们也打造是音符造型的座椅。好，那大家还看到呢，我们还有做了小朋友最喜欢的跷跷板。好，然后呢，在中庭的部分呢，我们是一个爬绳，好，一个爬杆。好，然后呢，这个是很可爱很五彩缤纷，因为小学的校园就是希望用这样子活泼的色调呢，可以让小朋友哦很吸睛，然后呢很有精神很活泼的一个这样子的规划设计。那我们在围墙的部分呢，我们也把围墙做一个镂空，那上面呢同样的配上音符的设计，点缀起来呢，原本呢单调的围墙呢看起来也更多彩。哇，可以看到非常多元，把很多音乐的元素都融入到的这个游乐场里面。那当然每间学校都有每间学校的特色，像成功国小它就是音乐，但是在八斗国小他们就是以海洋哦，他们的游乐场也打造好了。我们要请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乐场，我看了也好想去玩。是，这边也要跟大家报告啊，其实刚刚看到影片里面有很多游戏场都很有特色，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希望说哦，我们的国小跟这个儿童游戏场在打造的时候，能够师生哦，那校长、老师、家长一起来设计。那甚至于哦，像八斗国小的话，他们还把这个课程融入到里面，那他们发了这个他们做一个作业，让大家把心里面想要
想象美好的这个游戏场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以后大家再来甄选，再来讨论。那这边呢，我们这个儿童游戏场基本上它就是以原住民的特色的部分。那刚刚我们这边就有看到眺望台，那这个也是原住民的一个眺望台。那另外呢，我们会看到渔网，原住民的捕鱼。那另外呢，上面有一些图腾的话，那基本上我们也都是以原住民文化作为一个特色作为基地。所以每一间学校都找出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色。像成功国小的话，他们音符，因为成功国小啊是我们基隆市唯一国小里面有设置音乐班的学校，所以他们就是以音乐作为发想，然后作为主题。对，欸，真的是游乐场会让大家吸引所有的注意力跟眼光在里面，因为是留下美好回忆一项很重要的因素。那当然我们在暖暖国小他们的这个体育球场也很漂亮，我们要请雪峰校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来分享一下我们暖暖国小在上学期才刚完成的一个活动空间。那这一张的话呢，其实呢就是从空拍的一个画面来看到我们的一个新完成的一个球场啊，一个操场。那我用这一张比较清楚一点啊。那我们当初在整修这一个活动空间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有几个考量点啊。首先第一个考量点就是说，如何在适应基隆的一个多雨的环境之下，然后做出一个活动空间，可以让孩子能够在上面奔跑的时候呢不易受伤。那第二个的话呢，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暖暖那边的那个停车空间其实是不足的，所以说我们是期望就是说我们借由这一次的那个活动空间的一个改建哦，看是否可以满足这两个需求。所以我们在这个操场在整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要求厂商在包括在柏油的那个厚度上面上来讲呢，把它加厚达到30公分，那还有厚那个夯实度呢也达到98%以上哦。所谓夯实度的话呢，就是说重车进来的话呢，其实呢它压在那个柏油的铺面上面来讲的话，它是不会凹下去的。那刚刚在这一张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哈，我们周边的那个太阳能板哦，已经完成了太阳能板。那个重车进来的时候呢，它其实已经通过考验了，它其实是没有凹下去的哦。所以在这一个我们这一个活动空间完成之后啊，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在上面呢也有画了一些压克力的一个油漆上去哦，让这个活动空间呢也变得比较明亮哦，比较活泼化。然后两边的泄水坡道呢也做得非常足，所以说这个压克力的油漆在上面的话，其实是不会有青苔的一个产生哦。那其实这个活动空间是蛮适合基隆的一个多雨潮湿的一个气候。那最重要的话是学校如果办一些活动的话，这一个空间其实可以马上转换成为一个停车的一个空间。所以我刚刚听到那个柏油铺30公分这么厚啊，那难怪重车压下去也不会变形。然后还说刚刚看到都是我们的室外篇，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是我们的室内篇，也非常的有特色，一块看看。
我喜欢这个共读站，因为它改造之后变得很悠闲很轻松，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放松的在这边阅读。我很喜欢这个共读站的原因是这里的装潢很漂亮，是走大自然风。我会喜欢共读站原因是因为它能让我很安心自在读书。我喜欢这间视听教室，因为每次经过这间教室的时候，咖啡的味道就会和竹子的味道融合，味道很香。我很喜欢这个黑盒子剧场是因为这里除了可以练戏剧也可以练舞。我觉得在这个空间的话会使我们的鼓声变得更加立体，然后声音的反馈变得更加丰富，鼓的声音会变得非常的响亮。可以看到我们教育处在各校的打造上越来越不一样，而且很多元很缤纷，在室内孩子们的体验又大不同，体感更提升了。我们要请教处长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对不对？是因为校园是孩子探索的一个探索世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希望校园每一个角落都是学习的空间，学习角。那我们在刚刚看到那个影片里面，有看到校园里面有好多的职探中心。那跟各位来报告，我们职探中心学生的参与率是达到96.8%，这也是全国第一。我们是希望小朋友从小就能够探寻他自己的性向兴趣。那有一些人比较会读书，有些人比较会讲话，有些人比较会动手做。那我们常常举例子跟大家来分享，就说如果比较会写文章的，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写当成是美食评论家啊。那如果比较会吃东西的，那我们可以当美食家。那我们再来的话，我们不太会写文章啊，大概讲话也比较没那么好，那我们手比较巧，我们做事比较认真，我们可以当大厨。所以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在我们不同的职业里面去找寻他自己的兴趣，找寻他自己的定位。对，就是看到这样子不一样的特色在里面，孩子们的特色。那当然我们的环境打造就很重要，像刚才讲到那个美食，在成功国小他们的厨房真的是大翻修大改新，很特别。我们要请宜君校长跟大家介绍。嗯，好，那我们这一次呢特别感谢国教署的中央厨房计划，所以呢有这样子的经费把我们学校的中央厨房做一个改造，同时呢我们也使用这笔经费呢打造了一间食育教室。那因为我们的厨房比较特别的是呢，我们的厨房除了供给我们学校自己大约400多份的午餐之外，我们呢同时还供应了南榕以及西定国小两间学校的营养午餐。好，那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呢，这个是我们的食育教室，它是丰食坊，因为我们推展食育，我们希望小朋友在这里呢可以得到很丰收的一个知识的获得，所以我们把它取名为丰食坊。那在推广呢我们这个食育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食育教育的食农教育的议题是我们成立将是第二十个议题，所以我们在推展的时候呢，我们会依照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课程架构的概念去做一个推行。好，那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走廊的空间。那很特别的是这个灯呢，它是蒸笼灯，我们传统的蒸笼，然后旁边呢绕了一个线圈，好，所以变成闪闪发亮的一个蒸笼灯。然后呢大家看到那个厨房的那个围墙它都是很通透的，所以未来小朋友可以他在这里厨房的外面，他就可以看到里面厨工阿姨是怎么制作他的餐点的，这个目的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打造的时候呢，我们处长特别强调了我们要用自然的通风，所以呢上下呢他都是用通风的格栅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所以呢厨房不会说很闷热或者是呢很潮湿。好，那大家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食育教室。那未来呢小朋友的生活课啊或者是综合活动课会可以在这里进行。然后呢我们这个窗户这边可以打开，好，可以很通透的看到我们的
中庭，然后这个是我们前面一个操作台，时域教室的一个操作台，好，这个是我们的走廊。然后在这个布告栏的部分，它是一个立体的布告栏，除了平面的东西可以展示之外，它底下桌子可以翻起来，所以可以呈现一个立体的一个展示厅，食物可以放上面的概念。是是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央厨房，好，中央厨房。那大家看到这个灯啊，很特别，我们不是很传统的那一种，就是两条直线的灯，对，我们这个在灯光的设计上，我们也考虑到它的照明度以及它的美观度，所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灯光的安排跟设计。好，还有冷气耶。对，而且呢，我们因为有顾虑到说啊，那个厨工啊，平常他煮饭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厨工的煮饭的上方最热的地方啊，我们还装了一个冷气哈，我们来体贴厨工的他的工作的辛劳。好，那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中央厨房的工作场域，它都是很宽敞、很明亮的。那这个呢是食育教室里面的一个洗手台、洗手区哈，然后这个窗户都可以打开哦，是可以很流动的一个吧台的一个设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照片，它是可以从这个食育教室打开之后，窗户看出去，刚好看到我们的学校的中庭，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中庭的校园的景观设计。哇，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学校的设计越来越不一样，融入了很多装饰多元美术的技巧在里面，让孩子们的感受又大不同。那当然了，刚才其实还有很多视听教室，不过在深美国小的视听教室真的很不一样哎，因为它可以变个身成了摄影棚。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建文校长。好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教育的方式越来越多元，那教学跟课程的设计的越多样性，其实老师常常都跟我讲说，过去我们常用照片去记录孩子的教学成果，老师们觉得不够用的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在思考怎么样帮助老师在记录孩子的教学成果，能够给他更多不同的一种方式的呈现。那所以我们在有机会能够去处理视听教室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如果在视听教室内我们设置一座摄影棚，那也许能够更呼应老师的需求。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视听教室在设置的时候，我们把前面的一个小舞台做某种程度上的调整，我们把整个墙壁刷成绿幕绿色，然后接下来我们在上面也设置一些灯光，然后孩子在这个空间他就可以变成是孩子在展演，甚至我们在自制室他们会拍摄那个深美新闻的一些采访啊等等的，他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些呈现。那其实在过程当中也跟孩子们跟老师在讨论说，这样的摄影棚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也很大胆哦，在整个视听教室我们把前两排的椅子拆了，就是我们觉得椅子固定在那个位置好像对孩子的那个展演的空间是受限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空间的前面两排也把它拆了，所以让孩子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做展演的一个机会这样。是，哇，可以看到深美国小很用心哦。那当然听说你们的厨房也很特别，是不是有变成美厨教室啊？是，好的，好。那我们我常常都觉得那个校园的空间应该跟课程做某种程度上的结合。那我们深美的自主课程，五年级的孩子他必须在一整年利用弹性课程时间去完成一道菜，他透过研究的方式去完成一道菜。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过去可能都常利用卡式炉的方式去煮菜，那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不是很安全，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设在学校的厨房旁边，我们设了一间美厨教室。这间美厨教室啊，其实对哇，有一间美术教室，让孩子五年级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在课程上的运用的时候，他透过这个空间去烹煮他最理想的一道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除了这个美术教室，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老师们可以在前面指导孩子去烹调，那孩子后面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去完成。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我们同时把营养教育啊放在餐厅当中，所以我们深美国小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用餐在地下室。我们地下室有一个很棒的一个餐厅，那这一次我们透过这样的计划去改建，我们把深美国小的餐厅变成美食街的 shopping mall 的那个意象这样。然后孩子在这个空间其实非常的开心，就是他们觉得在这个空间里面用餐是一件非常满足的事情。
那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我们透过空间去结合，午餐教育，透过自主课程的方式去结合，甚至我们在旁边有一个小农场。啊，还有农场、哦、对，我们还有一个小农场，在旁边一个小农场，其实种完菜拔进来吃，又对。对对对对，就是自己种的，可以未来有机会可以自己使用。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其实在不管是哪个年级，在推动营养教育、食农教育，甚至我们的自主课程，都对孩子有很深刻的印象。哇，真的是让人家印象很深刻。我不晓得你们的美厨教室这么大，真的是百货公司的 shopping mall， 那孩子很有福气，可以在百货公司上课哦。那还有就是我们的阅读教育推广也非常的彻底。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暖暖国小，我们的彭校长，听说你们的这一个共读站很有森林风。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暖暖国小的一个社区共读站哈。那其实呢，它就是兼具了文青跟森林系风格的一个共读站哈。那这一张的话呢，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哈，那这个就是我们暖书窝的一个入口的一个意象。那当初在设计这个入口意象的话，其实就是融合了我们暖暖的校园的绿意盎然的那个意象，以及呢暖暖在暖暖社区哦，有一个暖冬苗圃哦，我们把这两个把它结合起来，因此呢，我们在这个路口呢，把它设计成，各位可以看到哦，就是很像呢，就是一个森林一样。那进到这个门之后呢，你就是进入了一个阅读森林里头。好，那还有呢，这一个的话呢，是在我们共读站，就是图书馆里面的书架。那这个书架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哈，我们呢是秉就是等于说我们把它色彩把它更丰富化哦，秉就是把它抛弃以往的单一色系的那种书架哦，让孩子们呢一进来的话呢，就会有一种惊艳的一个感觉。那这个书本呢放在这个书架上面的话呢，它就是类似一个结实累累的一个果实哈。那孩子进来里面的话，就等于是进入了去吸收了那个精神层次的一个芬多精哈。那我们里面的设计的话呢，各位从这一章呢，其实呢也可以看得到哈。就像我刚刚所强调的哈，我们是采取走那个森林系风格的，所以说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墙柱的话呢，我们也是把它当用大树的样子呢，把它整个把这个意象呢把它呈现出来。还有呢，我们这个呢，各位可以看到它有蜂巢形状的一个展架哦，书的展架。那除了这个有放新书的那个功能之外，其实我们做成蜂巢的那展架的功能的话，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说让孩子可以像蜜蜂一样哦，可以很辛勤的哦去吸取那个新的知识哦。那除此之外呢，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天花板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以采取一种暖色系的方式去做处理哦。那上面的话呢，也有类似的一些气球灯哦，让孩子进来这个空间的话呢，他觉得哦，有那种舒适感哦。那这边的话，我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社区共读站，社区共读站之所以会取名为一个暖书窝的一个原因哦。那这个名称的由来，其实是来自于一群呢热心，对于校务很热心的一群家长们哦。他除了把我们暖这个字，就让所有暖暖人哦，很骄傲的那个暖字把它纳入进来之外，那书这个字的话，其实就是把那个知识直接点明了这个空间的一个用途。那这个窝的话，相较于室跟馆的话呢，是比较有家的那种温暖的感觉，所以让孩子们呢一进来的话呢，他就可以很舒适的打开一本书哦，然后很快乐的呢去阅读完一本哦书籍哦，让所有，当然了，我们也期望说所有的暖暖的社区的大小朋友们呢，可以进到这一个暖书窝里面来哦，然后善用这个窝呢来充实自己哈、哦，成为一个能够温暖他人的一个暖男暖女哦。那最后面呢，我必须要讲一下说，我们这个暖书窝的它其实呢有多方
多方面的一个用途，它不仅止于说是一个阅读的空间。我们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呢，是有把预留的一个空间呢，把它当作是一个会议室。那这个会议室的话呢，除了平常可以作为会议以及说那个讲座的空间之外，那我们学校的那个创客的课程其实也有在这边进行啊。那这个的话也谢谢市长跟处长啊，在之前大力支持那个班班数位化的设备的一个充实哈，所以我们创客的课程呢，也在这边这个空间来进行哦。那也期望就是说，用这个积木的一个创客的课程呢，启发孩子呢天马行空的一个想象力啊。那说不定下一个台版的贾博士啊，就会来自于暖暖国小的规定哦。以上做这样的一个分享，真的暖男暖女，哇，这真的是太酷了。那刚才说到共读站啊，其实每一间学校他们推的图书馆，其实就是每间学校的图书馆，但他们现在都开放出来，很有特色，而且邀请跟社区共好。那每一间呢，我知道有的是海景第一排，然后有的是非常温暖系，像暖暖的他们就是森林风、文青风。那我们要请教处长，其实，在共读站方面，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亮点学校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社区共读站的部分，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学校。譬如说，刚刚我们在影片里面也有看到定内国中的社区共读站，然后它就变成是一个很温暖、很文青的地方。那甚至于我们在信义国小的地下室，我们也有社区共读站。那这几个社区共读站都是非常有特色。那我们这边也更希望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暖暖国小有介绍他们的社区共读站以外，那我们几乎每一间学校都有它的图书馆特色。我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社区共读站在平常下课的时候就可以开放给学生，那他们课后留校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社区共读站这么好的设备里面去阅读、写作业啊，或甚至于更重要，我们也把那个相关的一些创客的一些设备也把它放进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自己来操作。所以图书馆呢，不只是像传统以前只是看看纸本书以外，那我们也可以去实际把我们想象的东西给做出来。所以我们刚刚也有讲到，我们会有创客的设备。那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在我们的基隆旧火车站9月4号以前，我们都可以来看我们的教育成果展。教育成果展里面我们有一个实体的教室，那就是把我们在学校的教室搬到现场来，让家长体验一下我们现在的设备已经有多进步了。好，那不只是这样，那家长也可以陪着小朋友一起来。那我们最希望的是说，这个图书馆不只是吸收知识的宝库，我们也是希望它能够实践我们的知识，甚至于我们可以创造知识哦。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教育成果展。那再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跟所有的学校一起来利用这样的一个设备哦。我听听讲，物件用我派，看也看我派。所以如果有大家家长愿意的话，尽量陪着小朋友一起来读书。是，真的就是要多加利用。而且我觉得教育处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他们很努力的向外争取经费，因为我们知道基隆市的经费不够嘛。所以我记得玉山图书馆就进驻到基隆的好几间学校，成功国小就是其中一个，对不对？是的，我们学校呢，是很荣幸的哈，受到这个玉山银行的赞助，所以呢，我们学校有一座玉山图书馆。那这玉山图书馆呢，它的整个色系呢，它是粉红色的哈。那小朋友在这里呢，其实它是可以满足了他阅读的需求哈。那而且呢，我们这个除了玉山图书馆，它里面呢有许多的藏书之外呢，它中间还有一个圆形的一个这个空间，展演空间。对对对，那你看我们这边是可以在这边说故事，好做一个阅读教育的推动。那小朋友很喜欢这个空间啊，因为整个进去的气氛呢，感觉是很温馨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小朋友啊，其实比较喜欢玩3C 产品啊，纸本的书对他们来讲可能吸引力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我们在设计这个玉山图书馆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创造一个很温馨的氛围。小朋友来这里之后呢，他可以找到最新最吸引他的书，那所以呢，他会比较喜欢阅读，他不会觉得说哦，读书是一件好像很枯燥无味的事情，而只是喜欢玩他的3C。那所以呢，这是我们玉山图书馆的特色。
哇，所以可以看到图书馆很用心，因为就是要让孩子从小阅读，把这个阅读的能力培养好之后，以后就是无限发展。那当然让大家很有感的就是厕所啦，基隆市教育处呢，他们在各校的厕所，他可是花了8000万来改善了53间的老旧厕所，这让很多亲师生都很有感，而且还有7星级的厕所出现，我们要请教处长。是，那我想厕所这个是小朋友每天都必须要去使用的一个设备，那以前都是觉得是说啊这个脏脏臭臭的，那我们现在借由我们国教署这边的补助那我们做厕所的大改造。那我们厕所改造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原则哈，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对流通风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厕所有味道的话，小朋友就不喜欢去。第二个自然采光，我们希望说尽量利用对外采光的方式避免我们能源的使用。再来就是注意地板排水，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厕所里面湿湿滑滑的。最后再来的话就是不要天花板，那因为很多人说那管线漏明啊会怎么样，那管线漏明就漏明啊，我们把它整理好变漂亮，就好像整齐是，那像法国庞毕度中心它就把所有的管线都漏出来，那这样有一个好处，我们哦哪里坏掉哪里看到，是，那这边各位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么美的这个7星级的一个厕所5星级的厕所，各位可以看哦，它的上面也一样是没有天花板哦。那再来的话，我们更希望是说高窗的部分我们尽量用我们的百叶窗的方式，不管是台风下雨，这个基本上我们都不要去关窗啊，因为没有天花板，你也不怕它吹坏，所以我们厕所长时间都是很通风，所以自然都不会有味道。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厕所海洋厕所是，这个是我们的八斗国小的一个厕所，那旁边的部分呢，这个是我们八斗国小那师生共创，他们是以蜂巢的这个部分的概念，那一起来设计这个厕所。哇，没想到厕所也可以这么的吸睛，而且很有海洋风，这也融合了教育的意涵在里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要带大家来看的哦，就是班班有冷气这一件事，一块来看看。班班有凉气，小孩进宿舍。常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政府要为各位装冷气。109年七月，政府启动班班有冷气政策，全国超过3000所中小学进行学校电力管线盘整改善，装设超过18万台冷气。这次我们台电公司配合班班有冷气政策，规划冷气走专用回路，加速电力改善。也动员了24个区处来协助全国的学校，遇到缺工缺料，我们更协调工班，甚至派人到工厂紧盯出货。克服不同的区域限制，同步施工，准时到料，不让任何一所学校因为地域的限制而受影响。我们这一次总共有3400个学校嘛，22个县市嘛，我们在连调度上真的都第一次碰到。我们这次总共有动员了差不多2300位的工班，我们给他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中央跨部会、地方政府、学校和民间的共同投入，让班班有冷气在今年2月提前实现。全国中小学装设具有智慧管理功能的一级能效冷气，冷气装设融入学校环境。这个、施工方面，用电安全一定要最重要。现场的施工组呢，一定是要配合现场，就跟积木一样，每个环节绝对不能把它省略掉。这积木很简单，一直线一直排，但是问题是美不美观，会不会牢固，重点在这个地方。我们 EMS 能源管理这个平台能够让学生跟教职人员及时的看到现在发电多少，那使用电力多少，做一个同步的环境教育，节能减碳的教学。运用学校校舍屋顶设置太阳光电，除了遮阳隔热，
让学校也能协助发电。往年学生挥汗如雨的学习情况都将成为过去式。今年夏天，全国不分偏乡或都市，让孩子们可以在舒适的环境中学习。现在孩子真的好有福气，在冷气房中学习，那相信这个学习力一定会向上提升。而说要开冷气这件事，真的要跟我们的绿能来结合。我们要请教处长。是，刚刚我们在影片里面有看到，我们学校设置太阳能的部分，也跟各位来报告，我们基隆市每一所学校的屋顶，我们都已经设置太阳能。另外呢，除了设置太阳能以外，我们的太阳能回馈金的比例也是全国最高，高达21%。那第二，未来哦，这个我们所有学校设置太阳能的地方，屋顶只要有漏水，全部都由厂商来负责。那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在舒适以外，我们在绿能环境里面也能够贡献一部分。那再来的话，我们在节电上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那因为我想家长哦，在这个疫情期间，大家都很担心，如果小朋友教室有冷气的话，他会不会不想跑出来外面活动？那所以我们这边也帮各位来做设计哦，我们在走廊侧我们就设置了戏水雾，下课的时候我们就把戏水雾给打开。那再来，我们在班级的冷气的部分的话，我们在下课前10分钟我们就把冷气温度渐渐的调升，那里面比较热，外面比较凉，大家就会走出教室。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下课的时候我们的教室门会开开关关，开开关关是最耗能的时候，可是我们却把温度提升，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哦，我们可以节省电费达到1/4到1/3的这么多的电。那更重要，我们舒适的健康的部分我们也兼顾到了，学生跑出来走，我们就会有才不会闷在这个教室里面。那再来的话，大家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很担心我们教室的通风啦，换气的部分。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玻璃百叶哈，那一般我们传统的这个窗户在打开的时候，推拉窗打开的时候，大概能够有效的通风不到一半，大概40%左右。可是我们改成玻璃百叶了以后呢，我们的有效通风量可以达到90%。小小的一个改变，我们就可以有大大的进步。我们这样子的话，通风量就已经翻倍成长。那我们的学生的健康，我们都可以被兼顾到。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是综合国小，我们综合国小刚刚盖好的，我们透过这样的话，我们的活动中心透过自然通风的方式的话，都小朋友在里面不需要特别开冷气，也都能够很凉爽。哇，可以看到这个教育处真的非常用心，不管是在室内室外都帮孩子想到了，最主要就是要让孩子有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教育处他们创了非常多的不可能，创了很多全国第一，包括了班班数位化全国第一，班班有冷气绿能节碳全国第一，那当然了，还有我们的社区共读站的设置比例也是全国最高，推广这个阅读教育，让孩子们从小自然而然的阅读。很感谢四位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带大家来看到我们基隆的现在跟未来的教育方针。感谢各位，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